哥们儿你好，我是岳云鹏，那个您知道我吗？我是岳云鹏。喝多了吧你？我没我真的是岳云鹏，我们被吃药去吧，赶快。我不用吃药，哥们儿。兄弟，不都白了吧？我累了。等会儿，这到了呀？不是怎么回事？星流团的各位，吓死我了！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从这个集装箱里出去啊！第一种途径就是利用你们手边的一切东西想办法出去。第二种，你们每个人在箱子里消耗超过500千卡的热量也可以出去。前提是你们愿意付出这么大的运动量。500千。我要提醒各位的是，如果你们拖延太久的话，盒子里的东西就会出来，啊，就会带来爆炸性的效果。那什么鸟吗？蛤蟆？真蛤蟆？活的？活的！吓死我了！活的？不会自己出来？我们要把它救出来是吗？哎，别！哦，它上面有计时，40分30秒就掉下来了，到时候就掉下来，它就可以蹦出来了。好，祝你们好运。最后的提示，箱子只能从外面打开。哇，好热呀，这边太热了，上不来气儿了。我感觉我已经消耗了这个叫500千卡了，流汗了。林真心到目前消耗了53千卡热量，我还差10倍。刚才我坐着来的，说我再坐10倍，再坐2点，是不是？没戏，他这个马上就出来了，40分钟就出来了。其实消耗500千卡热量也不难，大约就相当于黄子韬公主抱着岳云鹏，然后深蹲200次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要你消耗500啊，没戏。不就是个蛤蟆吗？我们今儿就不出去了。就算你们不出来，我们一样也能录一集。你们在里面负责生活，我们在箱子外面负责观察。我决定先研究电话。这什么语啊？我这手机可以把它换成中文啊？对啊，怎么？我看一眼，我来试试。你拿反了，不是？你拿反了。OK， 大哥了，跟他反着玩。反正能看懂啊。电话马上没电了，13%。你们现在可以仔细看看房间里还有一个小箱子。箱子，我看看这儿有没有。这儿有个箱子啊，这有个箱子。等我看一眼这里面有什么啊。这打不开啊。密码3位数密码锁能是什么呢？密码是不是在车里某一个角落啊？是不是写某一个棍上了？没有。是不是蛤蟆肚子上有密码？没有。我们这箱子现在是打不开吗？对啊，它应该有密码啊。000试过了吗？试过了。612咱们住的那个房间号。不对。就今天的日期呢？我还试了223。223不对哈。我觉得先打一电话吧。对，主要是靠电话。咱们不得先把它换成中文吗？不换了。这个三星的叫什么？它才出来。我的妈呀！对，不是，你太鲁莽了。你拍照干什么？怎么自拍了？你这都不对。人在旅途，总会有遇到绝境的时候。这时候你会想要谁来救你呢？你能背出谁的电话号码呢？谁会是你心里亲密的人呢？我知道了。等我一下啊。这是谁的电话？博文的。没有。博文是谁？啊，
你妈呀？我管家。管家。郭文。哎。郭文，你干嘛呢？我在家呢。忘了告诉你们了，你们的助理在深圳的时候就已经被我们全部送回去了。接下来的旅程就需要你们独自来面对了。哎，师傅。哎，师傅，我也说过话。你吓死师傅了。哎，师傅。五个俯卧撑。哎，师傅，我可以说话了吗？说。我随便打一个电话。好。我随便打一个陌生人的电话，好不好？好。哎。你好，请问您是哪里？我是哪里？你打我电话，你问我是哪里？我是贵州来了的。我们被困住了，您能救我们一下吗？我救你，我的小孩哪救我？您是挂了，打挂了。那我再打一个吧。来，喂，你好。干啥？哎，那个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谁呀？我是黄子韬。黄子韬。嗯，哥们儿你好，我是岳云鹏，那个您知道我吗？我是岳云鹏。喝多了吧你？我没，我真的是岳云鹏，我们被吃药去吧，赶快。我不用吃药，哥们儿。兄弟，我都白了吧，我累了。再试一个。你试他干什么的？不可能有人救。我给我媳妇打吧。可以，给媳妇打可以。能记住电话号码的，说咱还能记谁的呀？肯定身边最亲的人。对，只有身边。不过你这号码这么好，哇，靓号。太帅了。喂。妙计。哎，那个我现在被困住了，在一个在集装箱里，怎么办？你可以想办法救我吗？你知道什么位置吗？我不知道位置。集装箱里边没有什么破拆的工具吗？直接拆呗，集装箱。直接拆不了。哎，暴力嘛，来吧。这个淘汰了，就能了吗？如果暴力拆除，你们将会被关在这儿一整天。